是小雨，今天跟你分享一个方便携带的藜麦饭团。把糯米和藜麦提前用清水浸泡4个小时以上，然后放到蒸锅里面蒸30到40分钟，蒸到熟透。把腊肠、香菇和洋葱切成小丁，炒锅到油烧热，切好的食材倒到锅里面，再倒入蒸好的饭，加一小勺盐、一小勺糖和一大勺的料酒调个味儿，翻炒均匀。等炒饭稍微晾凉之后，捏成3角形的饭团，底部再包上一片海苔，就做好了。想都是问题，吃才是答案。欢迎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小雨私厨，有更多简单又好吃的菜在等你啊。In food, we trust.